1926年有车轮的房子。6 1930年美国在氧气设备中的一个孩子。1940年去参加宴会的一对墨西哥夫妇。1930年溜宠物蛇。1933年美国一些女子穿着非常大的裤子。1977年美国一位体操运动员阿嬷。1924年和马拉马车。1937年美国大象用嘴提起马戏表演者。1920年代日本女司机。1903年英国一名男子骑着猪。6 1948年夏威夷夜间捕鱼。6 1933年马戏表演。6 1936年英国举行的最美腿比赛。6 1900年澳洲在巨大的树里读书的男子。6 1923年两名特技演员假装在飞机的机翼上打网球。6 1907年印度在钉床上的苦行僧。6 1936年澳洲摩托战车比赛。6 1914年侦察潜在敌机的声音探测器。6 1973年荷兰石油危机期间人们在高速公路上野餐。6 1955年纽西兰婴儿车是这样放在公车上的。6 1964年日本火车。6 1931年到1936年美国水坝建设。6 1939年跟大象喝茶。6 1931年荷兰海滩上一名男子因穿了不合适的泳衣而被罚款。6 1940年以前的潜水。6 1939年一台家庭用单车。